我们表定时间约几点？1:30。1:30，现在几点？2:00。你情何以堪？你有什么理由要说的？我感到相当羞愧。害我来不及拍开场，我们等一下补拍一个开场。好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Garson。今天是球队练习日第二集，冥冥之中自由安排啊。没，不是，暑假又快过去了。这是可能是我们近几个月最后一次看到小马、哦，最后一次哦。对，啊，你舍得吗？你舍得吗？我当然舍得啊。今天约个时间，然后来练习。当然是一个休业式啊。休业式，对对对。你们看到我现在满身大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摄影师迟到啊！摄影师为什么迟到？躲在镜头后面，3点多了，要3点多了，在到底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搞得好像我真的迟到那么久一样。小心地滑。很厉害。啊，练习卷。摄影师也要做。好，第一次就第一次。我操！走啊！还没暖身，还没暖身，还没暖身，直接冲了。啊！还没吃午餐。球在对面不可落地。下！海球场上没有什么先后顺序，太秀太秀，强就是强。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接下来训练是两颗网球，轻松了吗？轻松的，轻松的。很确定吗？练反应而已、啊。哦，反应，反应，反应一定不会累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好来预备。好帅，这个视角好帅。干嘛干嘛？90公斤组全国反应最快。跳一下，这个关乎到男人一辈子的那个，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。又是一个太久没训练的后果，心在烧啊！哇，那脚底板有在烧吗？脚底板烧得更严重，心在烧是因为热情。
哦，脚在烧是因为很酸。没有，快点啊！学长笑容，笑容，学长笑容要有，学长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下次不来了。最后一次，最怀念的一次，肯定要怀念一下吧。我快死掉了。跟大家讲一下，现在在干嘛？王子的反弹球回来，接一颗举球，然后再修正一下。哦。示范一个。好。错误示范，错误示范。白白白带，他举太了。哇！炸！卡掉卡掉，这不算这不算。炸炸炸啊！你今天看我脚，小扭。所以会影响表现是正常的。哦，这不是，这绝对不是什么逃避训练的借口，也不是我的表现差的那个理由。哦，押韵。现在进行的是二打二低手，第一手控球训练。哦，通常比较奸诈狡猾的，像嘎神这种的，都比较有优势。啊，像天然呆或交大大炮那种，就通常。老师，那你有吗？你有具备这些优势？等一下，嘎神如果下场，我就会下场让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具备这个优势。你这样分明是欺负我，欸，怎么可以这样欺负？年轻人对付老年人，怎么会说是欺负人，对不对？尽了真险，好不好？我们拭目以待，待会见，待会见。不一定要倒三颗啊！哎呦，这个就是奸诈。没错没错，聪明，残酷舞台，输了就不能再进玉德堂了。哦，对，就被玉德堂淘汰了。退队的意思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就是永远不得再走进这个残酷的玉德堂。名分还在，但是对，会把名字跟照片留下来。对，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吉利啊？我们抵不过社会的老练，我们经验太少了。对，我们是大一新鲜人，人家不知道大几了，人家大三十，三十三四十了。下一个项目就是，接下来是想要邀请你提供一张照片，因为你接下来即将会名字跟照片会贴在玉德堂。哦哦，对哦，你永久不得进来了。天堂，你就要离开了。他阿公。要开始摔人了，摔哦，摔人，因为我们毕竟排球队要做一些柔道的训练，肉体上的碰撞。刚刚打不好的，全部等一下都把它过肩摔。那我会下去吗？你当然是要被摔的啊。对，这个问题还要问吗？等一下再笑一队，然后其他一队 PK 哦，哈，输的就退队做体能哦，哈，不是退队，不是退队吗？我们今天退了十几个人。学长有特权吗？学长，等一下打绕赛的话，就真的直接过肩摔了。是啊，全部都张开嘴巴了。我觉得学长对他们，如果刚用刚刚那个嘴脸这样胜利，应该8%。拜托了，等一下举不好就卡吧。也是啊。没有。哎，你应该欢呼说有啊，是啊，你要说虽然有啦。我被挡住，我被挡住。今天宣布退队第二次。最后三个要伏地挺身20下。啊？中二，这是要拉的。
就是玩，就是玩。等一下就是一样打赏，学长对学弟。那上次是学长获胜，那这次呢到底是谁？拭目以待。绝对是我们。高中生心智年龄毕竟是神奇宝贝那个阶段。等一下面临我们这队很强势的泰山高拉斯。OK， 我相信你是最强的。宝贝球才能拿出来，打赏钱。结束总是来的特别突然，对，然后又突然转到大跑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这个球场跑大跑。哦吼，心脏跳下，咚咚咚咚咚咚，收线，靠腰啊！今天的练习算是一个圆满成功，好不好？学长成功守护了他们的名誉，大学生活快要开始了。这算是可能最后一次来这个球场。哎，不是啊，我已经退队两次了。老师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收，就是一个不舍不舍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摄影师特别应景，摄影师六级，他想下班了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Gason， 我们下次见。他不给我结尾，不能给你结尾。耶、啊！吓、yeah. 到你吧！